在农业生产当中，农作物生产太多，毛球唔长的，人就冇咧同佮挑剔，将一条农民都吃到千麻烦。一条农业吃的片本人挑剔，咪系一种自然农态。突然用业者为到爱潜出农产品生产太多，毛球 NG 的吃的片还有乜嘅价值？就问佮同人唔充实的资源转化做有价值的产品。特别像还番薯、油味、甘麦芽等果子，同佮拿来研发加工，做出好廉的产品，农产品就加当有价值。记者谢丽玲同周燕飞的报道。经过一条竞赛，苏米红的甘麦大多结结，为一年的产季带来的好消息。吃起来有咩感觉？甜真甜啊！咁不介会香港就。因为佮水分唔多相共，啊，迄、那个磨筛多个地，磨筛上个地方，佮水分是都好，嗯。苏米红嘅果子，一条暗芒紧筛嘅面，卡波油面爽，唔但像一条筛嘅面皮会黑黄，筛起来咪卡磨水分，连带咪影响口感。还较麻烦嘅系，从亚种嘅一般来讲，市场红卡磨热爱。你讲那几样种好好的东西，其实迄只讲侬市场上还唔接受，还冇人讲哦。像平地话，现在去磨菜，啊，你那加工迄把地磨去，管另外另外一种方式来变做产品嘛，啊，变做产品来卖，但对大家都好。对农家人来讲，大体嘅感冒当然处理，不过亚条农业吃嘅片，对一心坚持久久嘅罗经人来讲，亚条全全都系补。佢同亚条吃嘅片熟咗来过后，重新运用。同一点一点热熟的甘麦加工过，却希望唔好打熟。做甘蔗对海钓来讲是麻烦，因为皮来讲皮做都会腐嘛。啊，腐的花其实做酒是做唔到加类，啊，剥啲肉的花是花多时间。啊，所以市场上较少人做甘麦酒啦。啊，所以加工是麻烦的。啊，不过还像迄种有意义的事情，啊，讲对大家有好处，啊，哎，就是赚到钱做还唔做嘛？因为农产品不像工厂制作出来的商品。不可能每个都一样大颗、一样漂亮、一样好看。听到酒厂愿意来跟我收购橘子的时候，我就很开心，就是它可以把它的那个价值再发挥，然后让它的产值再提升。罗金人当地也条吃的片唔系无用的哦，系无人注意到嘅啵。就系也对土地嘅爱，佢一心爱好好应用也条，不但要本人挑剔嘅农产品。所以这些都是长得比较丑的嘛。是啊。对啊，也还好，但是做加工完全没问题啊。对啊，我们再努力看看，看被看到吧，然后或者说把它发挥更高价值，让收入提升。第二款类，提太杂、提细杂，现到唔正嘅七个片，有无限嘅可能。是爱托哥、处女哥，都有几批神秘，当好点嘅酒。差不多两千块年开始，还拢去不能够翻手酒。啊，像我一开始啉多一些，慢唔滴哦，慢慢唔会啉酒，啊，需要只酒轻好啉。介只想讲，哎，台湾用无番薯酒，哎，你体型来讲，太高，喏，等你当像番薯的型，啊，你台湾就种很多番薯，啊，种满你无做番薯酒，你啊，那还是想，哎，番薯酒在台湾做进个清酒机之类东西啊。老伯的新作新风的罗金呢，十岁酿出水年头，佮当从事切割的内都，将伢的番薯经营为当酒家吃，加不卡开机海工厂，当多少批出来科技。切假去吃，切假去改，增高去调整。结果酒酒其实唔会难，年头当重要，坚持年料爱去台湾的。杰夫去做酒的啊，番薯经过个做发酵以后要变酒嘛，啊你酒爱都爱被蒸馏以后变咱酿的酒出来，啊所以经过你蒸馏是样，蒸馏出来蒸出来蒸汽样，你冷却还是变酒样。传统酒酒的工艺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。设计出当贴片发的方式同煮酒的流程，用安尼来保留各种农作物田野的风味。生的地瓜很硬嘛，很难处理，所以我们要蒸熟它。然后蒸熟它之后，去加入酒曲，曲是一种微生物，然后跟地瓜一起去搅拌，搅拌完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发酵，变成酒精。它里面甜的部分、淀粉啊、糖的部分就慢慢变成酒精。对于做番薯就开始。在嗰度做蜂蜜酒，佢同当地农民合作，安尼佢一条嘅刺激片就有人爱嘅。
农民唔会再个认真产品来献唔讲，卖唔出去输个影响，每都会一分献给前面的都。最近这样子台风天，这样瞬间大雨，它就会赶快把那个水分吸收进去啊，结果因为它的细胞没有办法承受，它会整个从中间这样把它裂开来，就好像是被人家砍了一刀一样。那砍了一刀就没有办法再去贩售，所以我就跑来然后看，哎呦，原来地瓜可以做很久。中秋节过了快半个月到一个月期间，我们还是有文旦柚还没有采收下来的，所以这些文旦柚原本是在田间，是直接放在田间当堆肥，或者是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，所以我们到了罗老板这边酒厂这里，把我们剩下的文旦柚采收下来，运送到这里来，做成我们的格外品的文旦柚酒。吉祥心，好好利用农业出品，来抢看文农太吃面，杭州的工台对环境的负担，走路运输发展。COVID 之前哦 ，COVID 那天之前，还是输过两三两天，啊，到 COVID 那天还是收拾到当初种水果的后场。其实来讲，哎，眼前买个水果，像葡萄啦、水蜜桃啦、某只草莓，叫伊开始卖唔得，做人家还做酒嘛。还是要更熟，一开始像熟了来做款款那因，安喏，比方橡木桶铁路，安喏润桶嘛吼，哎，安喏威士忌的润桶概念，啊，忙底下更熟更多啊，葡萄是熟过吼，一年熟十八吨呐，该人更爽了还是更熟。凡成功黑的产品，除外同伊不用投呀，桶的底不多，中亚变一桶一桶底不多，都是台湾的公司。哎，希望哎，爱台湾，你唔要讲是打枪，安喏讲出来因哦。你要做一条事情嘛，替某你去了解你的土地当中某个东西，你某个水果，你某个农产品。某些讲，你某个人在做某个事情，看配啥，看配啥故事，晓得？潜意识中，我就是一个在爱台湾的事情在发生。一种合作模式，带起一场农业之年，在一个利用的创新方向。一张之年，见外见唔坏的时代，土地上所有的东西，都爱地好下。好好运用。大家都讲台湾都无资源的地方，其实你看到很多农产品做出来，你都是资源嘛。啊，你都水果，既然做三万多，起码是唔是唔易。啊，拿到了加工，啊，去卖钱嘛，当好的事情。这个你要讲，尽量是啊，有条件很用心去做，无做很多投入了吼。没有啥个很投入的话，是不是喊啊？比较产业延续性是不是喊就可能？还讲，有办法，没有啥你就想法啊，做赚到钱的话，你让他经验冲掉。